我曾经想要成为一名舞蹈老师。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带着我的父母出国去旅行。我小时候一直幻想长大要当一名演员。虽然现实很残忍，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。会实现的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靠近。我知道唯一能支持我的，就是我自己。